pochino ma pochino, tampoco nos acercamos a ir que nos va a cortar el cuerpo. Y ya no comen, ni la doble, si no se necesita la que se me enseña, si que no se va a que se me enseña, así, la verdad, muy chiquito, muy chiquito, a pensar que se me enseña, muy bien, es todo, dan也让人家笑，迄、那个正常啊，迄、那个正常，迄、那个正能量，也是个老话。我想着讲，因为咱来到这个世间，每一个人来，一定拢有业来，一定拢有业，是咱系大业，甲系小业，但拢有业。但是咱来，咱一定还是小业，还是小业，这是足重要一个忏悔。不过呢，因为咱在做这世间无常业，咱叫做造业，那安尼咱会受用袂着，咱一定受用。因为那个，因为业是无法，业是无法的能量，但是因为你也是有为的感觉，我才是怎么来，我才这么顺，我是怎么来，我才这么平安，我是怎么来，我才有这个开始，有这个开始。那就是因为你的幸福已经能量，那个能量哦，那个能量已经有个消息。那当然，你的消息能量无了后，你的身体就衰退，叫做衰退。啊，你衰退就是因为你是因为这能量，你的幸福你无能量。唔过呢，你有感觉我啥物变袂好势，那就是一定要来珍惜。但是呢，因为咱来那个时时，咱会当接应着这个正能量，而且个能量，比如讲，我咱咧开班，咱就咧开这个班。啊，这个班咱嘛知影讲，咱有要咱有请个诸佛菩萨，啊，护法神，啊来给咱护法，而且给咱主持着这个班，而且给咱加持。啊，咱来到这个所在，就是因为咧充电，咧充咱的能量，我迄个。去宜兰，啊，有一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领导电视圣父，圣父，因太太，哦，郭太太，那是古经理啦，吼、哦，郭太太，恩经理那里阿爸讲，讲、哦，目前目前，我是三阿吼，你三阿吼，讲、哦，我人要要弱去啊，伊讲宜兰要弱去啊，你叫啦，哎，讲是安怎宜兰要弱去啦？伊讲我有听人去讲哦，听道理，听道理啊，又去来听大乘法，后壁有金刚经，听金刚经的能量嘛，正强就对啦。我着叫一个吼，嘛毋是讲有偌大修的尼姑啦吼，啊，我上一好，伊迄个金刚经安尼啦。伊讲安尼，我规个是我师父教啦，安尼啦。伊讲规个规个都师父，伊是伊本身咧讲话听，啊嘛讲我作者。啊，我讲，咱今日多一件呢，咱进一些蔬菜，咱对一年内底当中一个月一班，哦，一个月一班，一年十二班，甚至咱新闻算班出，哦，咱有阵时会感觉，嗯，这班出在遮济，哦，啊，但讲听来惊，听着听着，你心着惊，参照爱我的名号，咱来爱安，有阵时会感觉这个。恐惧啊，恐惧哦！你心能够感觉嘅，那一定会了解。你也当来认识个班主，也当认识个班主，就你一个，你一个小业，你一个小业。现在呢，因为迄个有你个边啊，你无烦，但是因为你小，你会平安，你会顺利。但是你即款咧行平安，你行顺利，就是你个小业。因为过去哦，咱个是个人。啊，空性里谈讲这个，人生来到这个世间，要做功德的三大要件就叫了三大要件。啊，这个三大要件就来讲，人生行这个修了这条路有三条钱，有三条钱会当行的啦，有三条钱会当行的啦。伊讲第一条钱，就是友好父母，哦，对父母的尊敬。这条钱会当行，会当听懂哈。你对爸母无友好，你对爸母咧谈这条钱，你袂顺。
所以什么叫做孝顺？是孝顺。啊，你爸母，咱爸母是从少年，栽培到栽培到这大汉，饲养到这大，哦，啊，咱今日去医疗，嘛需要，嘛需要咱后半段，哦，来有效果，但是一需要时间，哦，爱好需要。结果咱当时需要，伊互咱需要，但是咱这需要，咱不好需要，咱这个钱会当欠吗？啊，若会当欠，你袂算，你袂算，袂算就讲你伫这个世间内底当中吼，你违背这个道德上面。我就记，迄个郭台铭啊，郭台铭，伊是一个大企业家，伊若每一年要去的时阵啊，去各国拢办伊私人的婚礼啊，载着伊太太，甲三个囡仔去载伊老母。但是郭台铭是亲自，亲自哦，因为伊哦，迄个叫杀伊老母，伊是无咧杀伊呀，也是迄个曾经咧杀哦。咱会去面对疫情的当中吼，敢若有时人有争论啊，要批评因老母，伊就答过。伊讲你会当骂我安怎无紧，你袂使骂阮老母，哦，因为阮老母你袂当好骂安尼个，所以你就看一个囝对老母的友好，当然先是一个大企业家，哦，你看，因为爸母是咱的呾。但要甲讲起是咱文人啊，但是那按你背文言，你文人啊，你会顺啊，你会顺。一阵聊天时阵，阿我讲，伊妈妈是闽南人，嘛不好讲啦吼。啊，伊本来伊安排一笔月，哦，伊去的是泰国留学啦吼。但是我外头讲十月，哦，要甲啊是可能外头要等安尼啦。我若安尼，当作去找嘛找，我都能找一两个，哦，这两个外头来临时来替代这个工作。那因素伊家己，我唔敢去泰国。当然，咱嘛一定要查天道的事。那人天道哦，要信任天道，人道一定要信任天道。人道要信任，天道要得信。哦，这是一个人不得啊，通信贵。人生三条钱会当赚，第一就是养老父母的钱会当赚啦。第二条钱呢，就是过世，过世的钱会当赚。因为咱有阵时啊，感觉今仔日会当有福报，是因过去钱也是过来。咱过去钱也过来，咱若过去是无积福报来，咱一世人讲要咱只能把世间的人有只能好命。有这样有钱，啊，冇这样子善良人，是安怎天会这么公平？不是天无公平，是天无公平。那天无公平，人都冇你好命，啊，人都冇你善。咁是安尼，迄做恶做道的，迄冇你好命；迄做善事的，都冇你善。完了了啦，哦。所以天是公平的，对不对？你做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啊，虽然今日一直想到咧，这大家咱应该怎样？不得。伊当时讲讲叫做啦，叫做三思。第一叫做过世内底有三思，第二叫做财思。啊，财思无讲啊，花你个现做个钱来开啦，不是安尼啊。财思就是看你个能力，你一百块会使，两百块会使，七块会使，两千块会使，这种你家己个啦，个迄个心愿，迄个能力，啊，再了解一下，讲是不会。讲有钱过世，你有够讲。啊，无钱啦，过世啊，你嘛做戆，吼、哦，伊安尼讲啊。啊，有钱过世，后起来了，你会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男女流动，啊，钱入银行，吼、哦，啊，下时呢，啊，今日是一个各个公堂，各个公堂，你知影啦吼，要到法院去上课。啊，为着遐伊咧，咧创啊，咧证明，咧证遐遐物质啊，安尼啦吼，你老咱本来人好。但是你放小心，我今日是不到那个目标。好、哦，所以咱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咱嘛爱知影咱未来，咱未来到这个世界，咱这个世界，咱要前高高步，咱一世人就爱走，这是绝对。但是伊无是关键，阿都呐，阿都一个发心，发心在功德里嘛哦，你也能功德里功德里，不用别人来帮助，好、哦，你也能有出名头位。能打。
个人，安尼嘛是发死的吼。鼓励人来分担，叫人来分担参半，还是嘛发死呢？还是嘛是公平呢？哦，这叫做第二，叫做发死。啊，第三呢，叫做维系啊。啊，维系，就是在分担内底当中，用起来去，哦，你都把你出下，叫做维系啊。哦，那个白衣啊、白哥啊、路头发，哦，这嘛叫做维系啊。啊，这边叫做分担呢啊，分担。我拿我的嘴叫做红仔，钢铁的吼。啊，你拿真那些是真仔啊。啊，这叫做佛堂，这不是你仔，这叫做佛堂。啊，佛堂是我的大所在呢。啊，咱今日去搞佛道帮忙，咱搞佛做堂会，啊，佛会保庇你平安平，佛会让你好保庇。我一定佛让你保庇人。我今日去拿那个道上堂，你想起嘛，你要把钱花在什么？但是把钱花在这边道。咁我係做做坦白啲，我請我食啲面都冇得嘅，哦，當然即係講面貴。啊，咱今日去以前嚟講，我做坦白，即叫做混蛋，即叫做混刀，即叫做混地，你即叫做混地，後邊咪辛苦嚟混地，哦，咁是安尼，啊，無你食資料，你資料嗱你破叫地啦，哦，啊，你叫做你叫做破叫，啊，你今日去即係詐騙集團嘅最好，你只能叫做詐騙集團，即打你即個所在。我的朋友小姐，你不能说这个不义，那后起来要受不了。但是呢，啊，这个不能所有的物件拢甲佛有关系，所以呢，要佛来帮忙，安尼好无？当然也是能量啦吼。啊，这个第二条是啦，啊，第三条是呢，第三条是就是学业啊，哦，学业学习啊。那你今日我就想起我迄个昨天啊，我骗你啦。啊，买三台钢琴，哦，买三台钢琴，啊，两台四，啊，一台三，啊，就对啦，哦，啊，买大提琴，我吼，伊咧学习的过程，有咧把财务这注意，有一日吼，阮亲阿咧甲我讲吼，讲爸爸爸爸，你免烦恼骗人啦，骗人学遐侪物件吼，伊迄未晓学就蛮多啦，迄人嘴又作大啦，我阿咧甲我讲，我是讲，真正是安尼吗？啊，你那个小学真正是安尼，一进去新店，哦，那是公立的，从华德文学校，人家哇，好掉今天，心里看不到，他一走，啊，伊都那个的，哎，妈妈做这物件，那叫做学业啊，啊，恁今日学业，恁的囝学业，可是这阵的学业，这条是恁天的，当然我啦，过去无在做囝，再会啦，我这是拢天天，后边我做囝。毕竟啊，党都没要，党都没要啦，什么都不懂。啊，哪里是村里小的，跟人家生存，别人跟人生存，别人跟人啊做什么代志？所以行业嘛是一个咱人生来讲，这个世界，哦，要求咱家己生活一起条路。但这个钱咱欠的，袂当欠，哦，绝对袂当欠。哎，其实咩，第一孝顺父母是袂当欠啦。唔通对老爸老母咧计较，咧计较，啊！你是死人未衰，听好哦。第二条钱能够得着，天公了万免客气，天公了万免客气啦。听好，该来做你该来做，在世发誓，无事一定难落来。在世那无发誓嘛，发誓那无无事嘛，安尼听好。拢会唔通讲拢未，啊，若拢未就完蛋哦。啊来咧，行家钱。啊、所以呢，咱这个世界的公平当中啦，吼，一定要行着方向。那安尼，咱人生当然啦，一帆风顺。因为今日嘛，真无简单啦，吼。咱邀请着了咱任何咱的迄个名本啊，名本的领任吼，伊的领导啊，马非常好。啊，马来咱讲啊，真是可啊，对啦，吼。啊，今日啊，直接邀请着咱名本表示吼。来给咱注意吼，都在日常当中啦吼。啊，咱我这个啊，帮助到我们的时间啦吼。最后祝福各位心情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
请讲师慈悲，前道空，尊道空，讲师早，讲师早，请坐下。